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也是 transformer 的那个恐龙。transformer 的恐龙有轮胎的吗？恐龙有轮胎的吗？啊？恐龙有轮胎的吗？transformer 了，它们变汽车了。哦。变 robot。那还有一只呢？也是一样。这只呢？就是这个不能变汽车而已。不能变汽车。这个也能变飞机，也能变汽车。这个有尾巴的耶，是吧？嗯。哦。阿妹的呢？阿妹的呢？阿妹是做什么？我的是这样。什么来的呢？讲一下。不知道干什么。啊，不知道啊。那这个啦。哪一只会比较厉害一点？这一只。为什么呢？比较高，比较高啊！那边的萝卜比较大。那边萝卜给我看可以吗？等下他没有打架，不能够。哦。打架才能变，可是他们两个一起合起来变更大。哦，变更大什么呢？更大的萝卜大。更大的萝卜啊！这个和这个合起来一个萝卜。是比较大的。我看妹妹的汽车比较硬啊，是吗？是我爸妈做的。哦，是你爸妈做的。硬。哦。妹妹动吗？很容易掉，轻轻动它旁边，倒下来睡觉了。对、啊。嗯。好啦，拜拜啦，跟我的 video 拜拜啦。哎。看相机，跟相机拜拜啦，快点，拜拜，嗯，再拜拜一次，没有看到，手要拿起来拜拜呀，他的头拜拜呀，这么会歪哦，手拜拜呀 ，OK。拜拜。